员炎亚纶。华语乐坛金曲天后容祖儿。华语流行天后海豚公主张靓颖。华语歌坛超人气麦王张杰。以及华语歌坛金曲天王歌神陈奕迅。星光熠熠，他们本人也是漫威粉，所以我把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我们的 Ethan 怎么样？ Ethan， Hello， Sir， fans， you can tell they are fans， 我们真的是能看得出他们都是粉丝，这是礼貌，真的，他们真的是粉丝，因为能够见到自己的偶像是超级无敌。